然后我们走着走着，然后走到一个那个十字路口，让妈咪走到这儿了，你真棒。来，妈带你过去。然后我们过着一个小的马路，然后呢，我们等到我们再一上马道的时候，我们走两步就到那个柱子那儿，然后我就用左手扶着那个柱子，然后呢慢慢的上去，然后一直走，然后对前方就是那个小卖铺。